刚刚说，其实您希望有一天可以把你关于唱歌所有能知道的事情都告诉大家，会代表着有机会，你也可能会出现在某个节目当中，跟大家做以导师的身份出现吗？到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能指导人家的时候，嗯，可能吧。嗯哼 ，OK。所以今天您给自己写的信，我们会把它封印起来，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写了。嗯，可以说大概是什么吗？大概就是我每天跟自己说的话。我是有点精神分裂的。你给自己说的话是鼓励的还是自责的呀？鼓励，鼓励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鼓励。到今天来看，过去的你对自己的承诺都变成现实了吗？哪有那么幸运的？嗯，尽力，有些可以，有些还需要努力。曾经给自己的许诺，到今天没有实现的当中，有哪一个是最让你遗憾的？我没有什么遗憾的。因为还没实现不代表它不会实现，嗯，所以我会继续试试看。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应该有一些东西要做的，嗯，那么幸运的人一定是他有一些使命在身上，要是我这些歌真的是可以抚慰大家心的话，那我就尽力好好的唱下去。非常谢谢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雪，谢谢，谢谢您今天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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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